据说这是一座反重力滑梯，在滑梯的最上端有一颗柱子，但奇怪的是它并不会往下滚。更奇怪的是，拿一颗柱子放在斜坡的最底端，松开手，它竟然从低处往高处走了。好，你没有猜错，这个柱子呢是带磁铁的。但诡异的是，我再次拿一颗柱子从底部放上去，它竟然还是往上走。如果你怀疑还有磁铁，咱们换一颗木柱子放在最低端，哎，一样会往上走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如果有人会问，是不是桌子不平？好，咱们确认一下，桌子是水平的，并没有高低。确认一下，这个水平仪是真的，桌子是水平的。但为什么这个滑梯这么奇怪呢？卡住了。好，这是没卡住，它往上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现在咱们来讨论一下。如果你认为是桌子有问题，请在评论区打个一；认为是滑梯有问题，请打个二；认为是桌子有问题，请打个666。好，咱们评论区见。